佛法强调众生平等，在饲养任何宠物之前，我们也应该要慎重思考。对佛教徒来讲，众生生命是平等的，任何动物和人类都是一样，平等一如，我们没有权利去剥夺他们的自由，所以无论想要养什么宠物，身为佛教徒的我们都必须要慎重的思考。鱼、狗、鸡，养鸡呢是为了赚钱，养狗呢是为了服你内心的愚痴，所以你要安慰那一只狗，你要保护那一只狗，你要养那一只狗。不晓得累生累劫的冤亲债主，所以师父到南部来传法，到南部来传法，从来没有退道心，一直在改善，一直在精进，一直在改变各位，一直的希望能够在凤山，师父不想跟其他的道场一样做到全国，我只要把凤山这个区域临近的区域能够用佛法来照顾各位啊，这个是我有生之年的愿力。佛说众生之所以生死轮回不休，皆是因为情爱欲的牵扯而无法解脱。畜生因为愚痴而堕落畜生道，与其结其缠缘，将来他也会投生为你的眷属，缠着你，所以会带来许多困扰，障碍修行。十方新闻归文许建义高雄采访报道。